珍姐姐在哪边 ？Hello， 欢迎！要不要先跟我们现场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待会会带来的演出，还有我们的毛巾的一个意向在哪边？评审好，各位朋友好，我是来自顶溪社区。那我们今天带的这个毛巾呢，衣服呢，是由我们顶溪社区屋顶上的猫故事会的那个苏圣子先生。那这个毛巾呢很特别，是也算是你手绘的部分，那平常还可以做的 DIY。 那社区呢平常呢是以我们的那个建筑是以猫为主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好毛巾呢可以为今天的舞蹈呢带来一个平安喜乐这样子，谢谢。哇，好特别哦，这个彩绘是一个猫咪，对，屋顶上的猫，苏圣子先生绘。哇，一个很棒的一个艺术团队，真的里面每一只都是猫哦。对，所以这条毛巾也是很特别。对，好，衣服也是。哦，衣服也是，我看到了。哇 ，Cat on the roof， 猫咪在你的屋顶上，好可爱。我光想到就有一种非常惬意、慵懒的午后时光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你们带来的毛巾舞蹈演出喽。来，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来自。掌声鼓励鼓励！顶溪社区赞，哇，真的非常的优秀哦！结合了我们这个在地社区的商家跟艺术家，我们来再做一个 ending pose， 把我们手上的毛巾都亮出来，好不好？非常漂亮的一个绘图的组合，我们可以再站接近一点。对，哇，我们平常在
有开办可以舞蹈报名的活动吗？可以，是不是？好，来请下我们这边鼎溪社区的苏雅珍姐姐。好，来，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谢谢来自于鼎溪社区带来的毛巾舞演出。对，结合了在地的商家跟创意，有这个艺术家的意象，非常美好的一个组合。我们刚刚